大家好，这里是维度游戏频道，我是 Taylor。然后刚刚录过一期《海岛奇兵》，然后现在录一点《皇室战争》吧。《皇室战争》的话，我先开一个免费的宝箱吧。一觉睡醒，有箱子可以开，59个，两个宝石，一个法师，就比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都是能用得上的。然后再开一个银箱子。声音有点大，是吧？特别小，对，毛毛手。然后我去要点东西吧，我去要点东西，我去要个黄金胖子。然后我看看用什么牌组，我试一下大皮卡吧，我跟队友。打一场，看看有没有人响应我？有没有人响应我？太早了，只有3个人在线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算了，我出去打吧。我出去打，我出去随便找一个人。这个组合我还没用过，我看我们部落第一名在用。所以我也想试一下，大皮卡的话只有2级，法师，我先放个采集器，我只能这样了。但是大法师会把我的黄毛打死，怎么办？我的塔已经剩900点血了，哈哈。我应该下个法师是吧？我攻一波攻过去是吧？他这黑猫手快把我大皮卡打死了，我大皮卡走不过去了。双皮卡，双皮卡法师啊！法师被万箭齐发，万箭齐发啊！没打到，我感觉赢不了了，这个感觉攻不过去啊！这个大皮卡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厉害呀，感觉是我不会用吗？还是什么情况啊？这回我怎么打呢？我不要了吧，这路不要了。然后我放个王子，他应该打不掉吧？哎呀，他还有冰冻！哎呀，我再放个黄毛，他有那个，他有天上飞的，我就要难受了。不行，攻不过去，攻不过去，攻不过去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招不行啊！还有50秒！然后我去一个王子，我加个黄豹试试呢。但是王子加黄豹似乎不是很有用啊。我们有什么就上什么吧，哈，完了，没有扎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输掉了，哦，no，他还嘲笑我。掉了30杯，哎呀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掉杯。我之前它是在中国大陆发售的当天我就开始玩了，但是呢，前阶段由于工作太忙，我有半个月没有玩，所以这个杯数啊，就我走的时候就是2300杯，然后呢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反正这2天回来了，一直打一直输，一直打一直输，就没赢过，就没有赢过，然后一直就掉到了2058杯。
这个是我这次好像是更新了，更新了之后很多兵都变化了，但是这套牌组是我刚刚组的，然后因为我看到我们部落的第一名是用这个，所以我也想学一下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用，我们再打一场吧，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换，再打一场。基本的应该有希望哈，祝您好运。但是也说不准啊，昨天我就被一个七本的血虐呀，那个七本的人真是什么都有啊，兵法呀，公主啊，哎呀，哎，不要，完了，王子最怕的就是这种东西，好烦人。女巫的话，我拿什么去呢？把他这波防住了，算是防住了，但是我怎么攻呢？哎呦，他又来一个。我要下个大皮卡，攻过去，攻过去。不过两级的大皮卡也不是很给力哈，我看很多人都已经四级了。大骷髅，他现在费比我多，放小皮卡，我从这边放个王子，从这边扎一下。哎呀！这边只能放这个了，守一守。大皮卡还是很猛的，一刀就把那个女巫砍死了。但不过女巫很克大皮卡的感觉，因为她会放小骷髅，大皮卡本身的这个攻击速度、出手速度就很慢。这个龙我根本没办法，哎呦，我这个牌里的除了法师没有对空啊。卡打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好翻，这个好翻，我们放下去吧。这个好翻，它有两个这个东西，我只有一个小那个。能摸到塔吗？能摸到塔吗？我攻得这么凶猛，但是然而没有什么用啊！哎呦，这还有这个，放小仪器吧，不行，一点血是一点血，一点血都不能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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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啊！再摸一下我就死了，再摸一下我就死了。这个大骷髅好烦啊，是吧？大骷髅很烦，就算我能打过去的话，他也是会把所有的兵都炸死。攻不过去，攻不过去，攻不过去。把他炸死。哎呀，加时赛只有8秒了，他随便放一个东西，我就要挂了啊！不要，打得不错，好了，连输了2场，我要换换牌组了。今天就暂时录到这里，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吧，然后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，然后教一教，如果有好的牌组的话，可以告诉我。我也换一换，学习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